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美之间的电池竞赛，以及美国是否还有机会逆转局势。随着中国在锂离子电池市场的垄断，美国不再是这一领域的领头羊。虽然美国企业如 Form Energy 正探索以铁为基础的新型电池技术，然而是否能在全球竞争中立足，仍然存在许多挑战。 在这个竞赛中，技术创新和政府政策将是关键。美国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正加大对电池研发的投入，试图追赶中国的步伐。然而，专家们对美国是否能够在未来取回领先地位持怀疑态度，认为只有通过新技术的突破和强有力的国家政策，美国才有可能重回电池开发的前沿。这场电池竞赛不仅影响经济，更关乎全球气候未来。 美国是否能够在这场竞赛中胜出，仍需时间来检验。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欢迎收看六度解析，我是主持人。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美电池竞赛以及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机会。我们的主要内容来源于《纽约时报》记者 Peter Quay 的文章，发表于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个有趣的创业故事。这家叫做 Form Energy 的公司由马泰奥·哈拉米约担任首席执行官。Form Energy 并不是一家普通的电池公司，它采用一种不同寻常但历史悠久的材料——铁。这种电池的效率并不高，这里的效率是指电池在放电过程中释放的能量与充电时投入的能量之比。虽然效率高当然是好事，但对于 Form Energy 来说，更重要的是生产成本的降低。 Form Energy 的电池通过铁的氧化还原反应来产生电力，这种方法不需要昂贵的锂。铁从铁器时代以来就一直被人类使用。Form Energy 的目标市场是电力公司，这些公司需要在电力充足时储存电力，在需求高峰时释放。由于某些地方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设备的普及，电价经常为负值，即电力公司需要付钱让客户用电，因为关闭发电设备的成本更高。 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建设一个低成本的大型电池农场显得非常划算，尽管它的体积庞大且效率不高。Form Energy 的首个商业项目于八月在明尼苏达州破土动工，客户是 Great River Energy，一家非营利性电力合作社。虽然铁空气电池可能永远不会被用于手机或电动汽车，但这并不是 Form Energy 的目标。正如英国人所说的，“各尽其善”。 Form Energy 只是众多美国公司中的一个例子，他们正在努力帮助美国重返电池开发的前沿。我们知道，美国原本在锂离子电池领域有很强的领先地位。德克萨斯大学的物理学家约翰古迪纳夫因多项突破性研究获得了201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在1980年开发出了更好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然而，一家试图将其商业化的初创公司从奥巴马政府那里获得了数亿美元的资助，但最终破产。二零一三年，一家中国公司收购了这家破产的初创公司 A 幺二三。就在美国企业退出锂离子电池市场的同时，中国企业迅速进入并占据了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 今天，中国在全球锂离子电池的生产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这些电池用于电动汽车、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众多产品。根据韩国 SNE Research 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宁德时代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八，而另一家中国公司比亚迪位居第二，占百分之十六。前十名中没有一家美国公司。 虽然中国在降低锂离子电池价格和太阳能电池板价格方面的成就，对于对抗全球变暖是一件好事，但如果美国能制造更多这种拯救地球的设备，而不仅仅是购买，将有利于美国经济。拜登总统的领导下，两党基础设施法和降低通胀法案中的激励措施，正在推动对电池的重大投资，包括国内锂离子电池生产能力的提升。 此外，美国能源部还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开发新型电池，包括前景广阔的固态电池。这种电池使用固态电解质代替液体或凝胶。相关项目包括一个长时储能攻关计划，目标是到二零三零年将储能时长十小时以上电池的储能成本从二零二零年的水平降低百分之九十。 去年，拜登总统发布行政命令，规定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发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只要可行并符合适用法律，就在美国制造。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联邦政府的举措模仿了中国十多年前的做法，即利用供需两侧补贴以及政府支持来建立供应链。尽管中国在锂离子电池领域遥遥领先，但美国没有完全失去机会。 美国最有可能超越中国的途径是采用新技术，如 Form Energy 的铁空气电池。电池设计师们在元素周期表中寻找具有理想电负性和其他特性的元素，尝试各种新型电池化学，从锂空气、铝空气、锌空气、金属钠到更为奇特的普鲁士蓝燃料电池，还有一些根本不是电池的储能技术，如抽水蓄能或熔盐储能。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是一家由科技界资助的智库，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呼吁美国重视电池的研发。该基金会七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在电动汽车问题上对中国的回应应包括投资研发，以加速技术创新，刺激消费者接受电动汽车，并采取防御性贸易措施。 基金会负责全球创新政策的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认为，只要美国将电池研发作为国家优先事项，就有成功的机会。透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电池领域的复兴之路并非毫无希望。虽然中国的领先地位难以撼动，但通过创新、政策支持和巨额投资，美国有望在未来二十年内实现技术突破和市场份额的提升。 这是一次技术和政策的竞赛，是对中美两国创新能力和战略布局的考验。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发展，并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和分析。感谢收看六度解析，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电池是一种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装置，它的基本构成包括正极、阴极、负极、阳极和电解液。电池可以分为一次电池，使用后即丢弃、无法充电，和二次电池，可充电、重复使用。电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末，最早的电池是由意大利科学家亚历山德罗·福特在一八零零年发明的，称为福特电堆。 这种装置由交替堆叠的锌和铜板组成，中间夹有浸湿盐水的纸或布。福特电堆的成功证明了化学能可以转化为电能，并奠定了现代电池技术的基础。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电池技术迅速发展。一八三六年，英国化学家约翰·弗雷德里克·丹尼尔发明了丹尼尔电池。这种电池使用了硫酸铜和硫酸锌作为电解液，具有较高的电压和较长的寿命。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干电池技术开始出现。这种电池使用护装电解质，而不是液体电解质，更加便于携带和使用。二十世纪的电池技术得到进一步改进，铅酸电池、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相继问世。特别是锂离子电池，由于其高能量密度、长寿命和轻便性，迅速成为便携式电子设备和电动汽车的首选电源。 电池的性能一般通过几个关键参数来衡量，包括电压、容量、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充放电效率和循环寿命等。电池的电压由其内部化学反应决定，如锂离子电池的单节电压通常为3.6至3.7伏，而铅酸电池的单节电压为两伏。容量通常以毫安时、吗或安时、呃、表示，表示电池在特定电压下可以提供的电流总量。能量密度以瓦时每公斤。 Wh/kg 表示反映了电池每单位质量可以存储的能量，功率密度以瓦每公斤 w k g 表示，反映了电池释放能量的速率。充放电效率表示电池在充电和放电过程中的能量损失，通常以百分比表示。循环寿命表示电池在性能显著下降前可以充放电的次数。近年来，电池技术继续快速发展。 特别是在提高能量密度、延长使用寿命和降低成本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和氢燃料电池等新型电池技术正在研究和开发中，期望能够进一步提升电池的性能和应用范围。电池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广泛，从小型便携式电子设备如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到大型储能系统如电动汽车和固定储能装置，几乎无处不在。 此外，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普及，电池在电网储能和分布式能源系统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通过储存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电池有助于稳定电网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总之，电池作为一种关键能源技术，不仅在便携式电子设备和电动交通工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和智能电网的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music> People making news on TV screens for free Six degree world Where the news comes in a whirl Every story ties together Like a rippling in a twirl Sit back and watch it all Big and small they call From city lights to countryside We're connected after all it's the countryside we're connected after all the love the pride.